大家好，我是林德燕，欢迎收看时间密码。今天是礼拜二，涨130点，连涨三天。上个礼拜四跌174点，紧接着礼拜五涨92，昨天涨192，今天又涨130点。三天下来涨了400点。所以行情跌的时候你要敢买。大方向没有变，跌就是让你捡便宜货的好机会。你如果不敢买，后面涨上你再去追高，都看板了嘛，对不对？美国也连涨三天。所以一直跟大家讲，全力冲刺520，卖欧北兄，找底部的股票买就好，卖一堆管。你看今天坠落在哪里？大盘涨130点。前几天最强的银建股今天全面大跌。啊，今天银建股全面大跌。啊，人都去那管啊，你才要去追。占不到好便宜了嘛，对不对？反而容易被套嘛。所以管的卖一堆。在520前找底部的股票买，一样可以赚大钱呢、啊，一样可以赚大钱呢、啊。欢迎来找林德燕，我们一起合作。我们连涨三天，美国也连涨三天。美国上个礼拜三联准会利率会议开完之后，确定不会升息，话一出来之后，紧接着礼拜四大涨，礼拜五又大涨。昨天美股又继续涨，连续三天。那除了不会降息，大家期待升息的时间能够早一点来以外，超级财报，个股超级财报也带动美股持续往上推动。我们来看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，哪些公司是重点？昨天 ADR 的部分啊，表现就比较平。昨天汇龙大涨 6.2%， 这是记忆体的啊，做内的台湾的公司一样在美国挂牌 ADR， 昨天大涨 6.2%。 那昨天 AI 的股票部分， Meta 是涨了 3%， AI 部分安谋涨 5%， AMD 涨 3.4%， 美超微涨 6%， NVIDIA 涨 3.7%， 美光涨 4.7%。 所以 AI 股票很强，今天市场资金 60% 重回电子股。昨天另外一组可能大家比较不会注意到，昨天美国的五大航空公司，西南航空涨 4.8%， 联合航空涨 4.4%， 美国航空涨 5.7%， 达美航空涨 2.6%， 阿拉斯加航空涨了 2.7%。 昨天航空股又全面大涨，因为最近国际油价跌很快。你看原本大家担心中东战局会越来越紧张，那事实上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那没有结果，国际油价从87美元两个礼拜时间，昨天剩下78美元，从87跌到78，多少？跌了 12%。 油价跌 12%对航空公司是大力多啊。我跟大家讲过嘛，航空公司营运最大的成本在哪里？就在油料，油料占营运成本 28% 到 32%。 那么高的营运成本，当油价跌了 12% 下来，航空股大涨是必然的现象嘛，对不对？我也给大家看过达美航空这段期间以来30.6 涨到49，已经60%了。昨天又创新高，到53了，已经73%。所以最近美国的股市最强在哪里？最强不是 AI 啦 ，AI 之前大涨完之后，最近大跌在反弹，反而航空股最近在美国市场是最强的焦点。你看一个波段上来已经73%了。所以美国航空股开始在一路涨的时候，林德燕发现了，我是每天跟大家讲，台湾的航空股要注意哦，啊，台湾航空股完全都没有动，你看美国的
达美航空去70几%，我们还没有动。我是不是提醒你，本益比才7倍而已，会喷出去哦？哎，喷出去哦，是不是喷出去了？先喷出去啊！所以林和彦的敏锐度，我的观察力，都会比市场领先。往往在行情没发动之前，我都会先嗅出那个味道。当我嗅出那个味道的时候，我提醒你，你就要开始勇于进场啊！你不要说啊，没人在讲啊，没有人在讲航空股啊，都不会动，这个可以买吗？等你看到所有报纸都在报航空股的时候，都已经冲一大段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从31到38，7.5%是多少？20几%了、欸，2个礼拜时间，20几%了、欸，100万就20几万了。本益比才9倍而已。今天长荣行是跌没有错啊，跌就跌嘛，本来行情就涨涨跌跌。我知道其他节目哦，跌的股票没有人会讲，大家在讲哦涨停板大涨，跌的股票不会讲。行情有涨就有跌，有跌就有涨啊，没有必要说跌就不敢讲。大方向没有变，跌是让你捡便宜的机会。你看昨天虎航发布财报之后，一开就是涨停板 1.92。 接下来长荣航发布财报之后会不会再冲出去？你看外资有买有卖有买有卖，从4月22到昨天买了15万张，三大法人买了26万张，要不会刷哦。长荣行的起到哪里？长荣行会涨到哪里？你有长荣行的来找林德燕啊，这边27天，这里25天，这行出去没那么快结束啦，至少也有25天的时间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大概才走掉一半的时间而已，所以跌不是坏事啊，不要说行情一跌啊，股票就被洗掉了。最近行情市场很多人都做很短，因为指数20000点，很多人都担心害怕，担心害怕的结果买了一两天就卖。你要这样做也不是不可以啦，我有周周发的股票啊，对，做3到5天的行情啊，一两档没关系。你不要说我股票都两三天，哎，你有赚没多少钱啊，对不对？底部的股票你要有抱的勇气，一个波段30%、50%把它吃下来，这样你才能够累积大额的利润嘛，不然每天都一两天就卖，买进隔天看不对就赶快跑，所以不对有时候只是短线震荡而已啊，对不对？长荣行有持股的来找我，该卖的时候我会带你卖啊，该卖的时候我来带你卖。昨天台北股市开高走低，涨192点。那今天是开高压回之后又拉高收，涨180点。两天最大差别，昨天是涨的加速很多啊，昨天60%的股票都涨，中小型股比较强，大型全职股比较弱。那今天呢？今天光是一家台积电。涨了14块钱，台积电14块钱占指数占了112点，大盘涨130点，台积电就占掉112点了。所以今天涨的加速只有358家涨，跌的加速572家跌啊，今天大概60%到70%的公司是跌的，那这样到底怎么样比较好？但是涨的加速越多越好啊，对不对？涨的加速越多，大家赚钱的机会就越多嘛。所以指数涨跌其实跟个股没关啊，你的输赢是在个股，除非你做台指期嘛，对不对？个股的操作，掌握底部的买点，你就要赚大钱，卖去堆高，卖去堆强势股。你看今天银建股就很弱啦，追高风险大，每天提醒你。话你一定要听进去啊，一定要养成底部敢买的习惯，不然来跟林和彦一起做，来跟我一起合作，
会好啦，带你进也会带你出啊，带你买买带你买，尤其在行情跌的时候你不敢买，就是因为你不敢买，林和燕带你买才重要嘛，对不对？你不敢买我敢买啊，我带你买你就捡到便宜了嘛，是不是？你看两个礼拜前以色列用无人机攻击伊朗，大家担心大跌一千点，我就告诉你赶快买，紧买就对，四月二十二号拜一跌115点，我叫你赶快买就对。你看四月二十一号趁跌的时候，材料 KY 730买进，硕天225买进，台光电360买进，对不对？长荣行还在31块钱。你4月21号趁跌的时候下去买，大家都大赚啊，每一家都大赚啊，对不对？台光电360涨到430，昨天也在434，怎么定都七十四班啊。昨天225买的，270卖出，怎么定买45班，对不对？智新270买的，昨天涨到304啊，十点有三十几万啊！台达电这已经赚翻了，来回做三趟啊，已经赚了120万了，十张，对不对？按你何位？两个礼拜，哎，何位划不划算？绝对划算的啦！跌的时候你要敢买才行啊！上礼拜四跌174点，我们是趁跌的时候。一开盘9:10，新光金8.5块买进，对，台达电305买进，技嘉280买进，都在开盘的时候就叫买进了啊，都在开盘的时候叫买进了，然后是当天是卖硕天，对，台光电卖440，这个没有到啊，最高只到434，啊，硕天就有卖到，你看买新光金，新光金我们8.2、8.3就开始买了。新光金在底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买了，净值 15.5， 净值15.5，股价到8元而已，800元你就敢买啊，8元为什么不敢买？又没人在买，又没有老师在讲，只有林和燕在讲而已，不是我在买而已，外资也一直在买，林和燕只是买的比外资早而已。你长期看我的节目，你会发现每次都是我买完之后外资就开始跟进来了，我的动作都会比外资领先啊，都会比外资领先啊，啊，不冲出去了，你冲出去啊，净值15.5，现在股价8.多、9块钱，外资为什么也在买这种股票？昨天又买22000张，昨天上市柜买超张数第一名就是新光金了。为什么外资也在买这个？加权指数25000点，高不高？高。危险意识，风险要有，所以打安全牌嘛，找那种很低的、很安全的。大盘如果真的不好，也没事情啊。那一旦涨上来，30%、50%赚到啊。所以外资也这样在玩，外资也这样在做，那我们跟着一起做，有什么不对的？有什么不对的？这种股票只有我会讲而已啦，只有我会买而已啦，其他老师不会去买这种股票啦，其他老师只会去追，一直追，追风少年，越追越高，对不对？台达电，对，台达电305买的，对，礼拜四一开盘，上礼拜四一开盘305买，紧接着礼拜五就大涨啦，两天10张就赚28万了，一档台达电做到出神入化，380跌到270，这种现行谁会敢买？大家都说啊，这是大空头。多空一线间呐，就看你判断对或错。
多空一瞬间啊，谁敢在底部买股票？只有林和彦而已啦，其他老师不可能敢啦，因不敢，怕也死，最高 keep 就好的，买低点哈，不敢，小心怕怕，涨上来350卖出，当别人在追价的时候我就卖出了，一卖是不是下来了？下来之后还提醒你又回来起涨点咯，可以再 Q 啊，时间都算给 你看啊，有买吧？是不是起来了？那 这趟上来又34万了，那上来再卖一次，上个礼拜一320再卖一次，卖了之后等305再买，我320卖最高到326，所以绝对卖得掉，那卖掉之后下来305再买，礼拜五又333，你看一档台达电第一趟10张70万卖掉之后下来，第二趟10张25万再下来，第三趟又28万，三趟加起来120万，买个十张300万，大家都有，对，300万赚120万，被探讨清楚钱还走了啊，要赚大钱就是这样做的啊，有没有带进带出？现在外资已经喊到430了，啊，外资喊到430了，今天台达电涨了四块钱，326。有时候一档长期看好的股票，来来回回做差价嘛，大方向大波段也赚到了。中间差价也赚到，整体利润就会来得更好啊！整体利润就会更好。你看上礼拜是趁跌的时候，技嘉9:11，对不对？280买进，今天技嘉312，上礼拜跌的时候谁敢买？我牵你的手，你就跟我一起买了啊！六对外头。你就跟我一起买了，专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，每一只股票都是好公司，都是非常优质的公司。至尊260买，对，260买，完全没有涨的股票，一年赚17块钱，压回买进之后大涨，始终的33万啊，拉回来270再买，270再买，拉回270再买，又上来。现在到303了，十张又30几万了。最赚钱的电力系统、储能系统，硕天，你看我讲硕天的时候还没人在讲，最近硕天飙翻天了，大家开始在讲硕天了，是不是比我慢？对，选个品花班，216、217、216、225，250卖一次，十张是不是34万了？拉回来225再买，270卖出，又45万，两趟加起来80万，你们都看在眼里的啊，我的操作是完全 open 的，完全公开的，就要让你看到我们是怎么样在做，感受我们操作的那个氛围，赚钱的那个喜悦，对不对？买个10张220万，220万两趟赚80万，你想你有220万，一个月时间做两趟赚80万，你也欢喜不？开心死了，对不对？会买底部，你要赚个30%、50%就很简单嘛。我一直在印证给你看嘛，啊，我一直在印证给你看嘛。技嘉350跌到220，就用线型上加走，只有林和彦敢做而已啊。做啥抓的啥高趴。美食350跌到200，这种现行谁敢买？还是只有我在买啊？两趟又38%，第三趟再坐上来，美食330全部出清。4月8号，我当时跟大家讲，洗干搞啊，莫个走啊。今天剩多少？285了。285了，是不是乱啊？该卖的时候你要舍得卖，我带你进也会带你出啊。
龙钻单股二，全力锁定这一档，去年获利创新高，第一季就成长一倍，北米才九倍而已，这一波快完成喽。这两天有打下来，打下来是好事，打下来你才有捡便宜货的机会。最后让你捡便宜货的机会，礼拜五发布首季财报会有大力多，所以被 Q 修就是现在会涨的股票一档两档够了啊，我不要寻无追。喜欢这种单股锁单的，跟上你的脚步。订阅广告，所以马上回来。欢迎我在现场。今天涨130点，南韩是大涨 2.1%， 日本大涨599点，爱加油啦。指数不重要，全力冲刺520，找底部的股票买，别去堆高，堆高不一定赚得到钱，会买底部，要赚 30%、50% 才容易做到。不然来跟你一起合作，我带你进都会带你出。现在财报持续发布中，你要找赚大钱高给跌 day boy， 我一直在印证给你看。台光电550跌到350，时间周期都算给你看了，最后两天也提醒你了，你有买不？有没有买？有买你有很欢喜的嘛，我们360买的434，买个十张就74万啊！第一季财报成长三倍啊！第一季财报成长三倍，股价550跌到350，你还不敢买？今天跌，跌就跌嘛，有什么关系？行情不就是涨涨跌跌？对，这里买的，这刚买。四月营收又创历史新高，今年四个月有三个月创新高，上市柜公司唯一一家，人家外资都喊到605了。该抛你爱敢抛，该卖你爱怎样卖啊？该卖你要懂得卖啊！你看三洋也是啊，八个月大底，本益比才十倍，时间周期算给你看呢。77、75、76、74，准创出去啊！这两天有掉下来，时间也未结束哦，这个给我。技嘉也提醒你了，首季业绩大爆发，成长96%，股价390跌下来，时间提醒你了，两天内要反转了。我来提醒你不？我不是今天大涨才在讲，我事先就提醒你了。最后两天注意 IQ 啊，当时还在280几，今天312了。伟创爱注意啊，法人都喊到180了啊，法人都喊到180了，还有好几档我没有时间讲，我没时间讲啦。联发科第一季业绩 19.85%， 成长 86%， 30天整个 SIQ， 普瑞1345跌，股价腰斩，第一季成长 59%， 来到十年线整个 SIQ， 龙钻单股全力锁单，买一档最具爆发力的个股，有兴趣跟我一起联络。最后祝您操作顺利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